喺日常生活中咧，好多時都會遇到一啲突發事件，例如排隊等車啊，或者行下街咧，有個花樽跌落嚟，咁點咧？咁如果你反應好咧，咁你避一避咧，可以咧就令到你受傷嘅機會咧就係減低噶。咁講到反應嘅鍛鍊啦，今日要介紹嘅呢個運動咧就最適合不過啦，因為佢就係詠春拳。詠春拳已經有成超過200多年嘅歷史，相傳係嚟自少林。不過由於詠春拳以往一直都係由師傅口傳俾弟子，所以冇歷史文獻可以參考。詠春拳以往都係相當低調，所以只有少數富家子弟先有機會學習到，直至傳到一代宗師葉問手上，先開始廣泛流傳。而喺佢嘅第一批弟子入面，仲出咗唔少傑出人才，例如黄崇亮同埋李小龙等等，而佢哋将咏春嘅拳理弘扬海外，令到咏春成为而家最广为人知嘅一种武术运动之一。陈师傅啊，咁啊喺电影里边啦，咁啊好多年前啊，李小龙嘅电影咧，大家就开始越嚟越广泛咧，就系知道咏春拳法嘅。咁其实喺呢度咧，可唔可以同我哋略略讲解一下咏春嘅少少历史啊？哦。詠春咧，其實佢嘅發明咧，我諗好多人都知道係一個女士叫五梅師太嘅。咁後屘咧就傳俾阿袁詠春，咁啊輾轉之間咧就傳到去我師公葉問師公啦。咁啊落到嚟香港，咁啊再我跟我師傅黃崇亮咁樣。咁其實當中咧，呢個詠春拳咧，有一個哲學嘅，好似係咪啊？咁其實咧，呢個哲學係啲乜嘢咧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咧？詠春拳咧，其實係一種充滿生命力嘅嘢嚟嘅。當你運用佢嗰時咧，佢係好靈活、好活潑、流暢，變化好快，又唔會停滯喺度嘅。佢亦冇固定嘅形式，由中大江。隨住環境而變化的，所以當你在透過呢個練習的過程之中咧，佢會令到你個人嘅思想同埋你嘅動作敏捷，加強你嘅靈活性同埋進取性，所以對你處事嗰個態度嚟講咧，係一種冷靜又活潑。陳師傅啊，我知道咧，詠春拳法咧都係講求呢個反應嘅喎。咁啊，透過啲乜嘢嘅鍛鍊咧，可以俾我哋學到或者練到呢個反應翻嚟咧？哦，其實喺詠春拳入邊咧，我哋經過一種黐手嘅特別訓練，會加強我哋嘅反應敏鋭嘅能力嘅。因為喺正常嘅情形之下咧，我哋睇到有一件事發生，然後再傳送到去我哋嘅腦部嗰度，而作出一個反應嘅。但我哋透過詠春拳嘅訓練之後咧，看到呢件事發生，我哋會即刻去處理噶啦，唔會再經過個腦嘅思考噶啦。想訓練我哋嘅反應，其實可以透過詠春其中一個訓練系統，佢就係黐手啦。黐手主要鍛鍊我哋利用最直接、最有利嘅方法，達到遇到危險時可以自動有所反應，爭取有利嘅條件。就好似眼睛受襲嘅時候就會自動眨眼一樣，令到自己有一種條件反射嘅作用。師傅啊，我好有興趣咧學詠春啊，咁但系咧我又好好奇咧，想知道咧，咁你個人嚟講對呢個詠春嘅一啲理念咧，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咧？哦，好啊，其實以我個人嘅見解嚟講咧，詠春係一種有著三個幾何嘅運動喺度，佢基本上係有直線啦、三角形啦、圓形。嘅理論喺度嘅。哦，即係呢個就係詠春嘅拳理嚟嘅。咁但係當我咧，如果跟你學拳學呢個詠春，咁我應該由邊度開始學起咧？哦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我一定會第一套教你係小念頭啦，因為佢係詠春最基本嘅拳套嚟嘅。係。佢嘅概念就係咧，令到你只有一個向前嘅方向，向前嘅動作。我哋叫佢做潮形。換句話講咧，你嘅敵人就係喺你前面，你所做嘅動作、所發嘅力度，都係向住你嘅敵人而出嘅。哦，呢個就係小念頭啦。係啊。阿師傅啊，咁如果我學完小念頭之後咧，咁一路落去咧，會學啲咩拳啊？又會？學完小念頭之後咧，會經過單肢手啊、雙肢手啊，已經開始要你進入去練習你反應噶啦，已經。咁你透過呢啲運動不停練習之後咧，
再進一步咧，就會去到玩沉橋啊。沉橋咧就已經係叫做我哋叫錐形啦。錐形係啦，所以喺小鏈頭入邊潮形，喺沉橋入邊咧就錐形，因為喺沉橋入邊你嘅敵人已經係會喐動嘅。哦，已經係一種生物嚟嘅，會活動嘅。即係冇咁死板噶啦。冇錯啦。嗯，陳師傅啊。咁啊，頭先又講過小念頭同埋沉橋啊，因為我自己聽過咧，另外有一套拳法咧就叫做標子喎，不如喺度咧就同我哋講解一下好唔好啊？好啊，標子咧其實佢正有住一個禪嘅意識喺度，佢可以叫標月子嘅。其實我哋喺詠春入邊咧，係透過小念頭嘅潮形、沉橋嘅錐形之後咧，我哋進一步。當你好純粹嘅時候，我哋會去到標子嗰度。喺標子入面咧，其實已經係一種敗形嘅手法嚟嘅。敗形係啊，點解會敗形呢？因為有好多時候，我哋要求做我哋正式嘅動作，做得好正嘅，係冇可能嘅。凡事都會有錯嘅。但當我做錯咗動作嗰時咧，我係透過我平時訓練標子嘅時候，點樣去？糾正翻我當時唔啱嘅動作，而彌補翻，所以喺標子入邊咧，我已經係要求係保護自己行先噶啦，再進一步先至講去攻擊噶啦。哦，即係首先都唔好話俾人哋擊退到先，你保護到自己，先至亦都有再有機會咧去再進攻嘅咁樣。因為佢係敗形嘅。嗯。大家在很多武俠片啊、電影裏面都會見到一個大俠咧，就係、是、對住個木人裝係咁打，係咁打噶。其實在詠春入面啊，亦都係訓練之一嚟噶噃。咁相傳啊，係詠春嘅祖先前輩咧，因為冇對手去訓練或者係練習啊，所以就諗出呢一個自我訓練嘅方法嘅。木人裝係詠春拳嘅訓練系統之中最後一套訓練方式，亦係集小念頭、沉橋、標子嘅手法於一身。木人裝一共有108個動作，不過動作嘅數目就唔重要，最重要嘅係明白個中嘅真正意義。木人裝係修正手法技術、身位同埋補救過失嘅一種訓練方式。由於裝係死物，所以練習嘅時候可以透過遷就裝手嘅位置而令手法固定，唔會偏差走樣。嗱，詠春入邊咧，亦都有好多嘅搏擊嘅元素喺入邊噶。咁但係啊，個宗旨咧，亦都係講求呢一個強身健體噶。咁尤其是啊，就係鍛鍊呢個反應啊嘛。咁做起嘢上嚟，自然都快啲啊嘛。